大便的时候没有卫生纸，怎么可以？好实际啊！袜子，如果你走到沙滩的话，进沙了就可以换一双。在哪里吗？法国的哪里啊？法国，现在你们看到后面这个就是法国的凯旋门哦。凯旋门，有人知道法国凯旋门前面有一条很有名的大道，有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？跟你们刚刚唱的歌有关哦。哎、啊，你刚刚是不是知道？错，不是。海南大道。哎呀，那是台湾的啦，不是。那我公布答案。公布答案，那就是香榭丽舍大道啦。你们前面看到的这条大道就是法国最有名的香榭丽舍大道，前面有著名的 LV， 没错，那就是法国著名的名牌。好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来，我们看到后面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呢，有没有知道是谁盖的啊？我盖的。你盖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杨玉伟。不是。我爸。你爸？你爸叫什么名字？我知道了。谁？凯旋盖的。错，那个人姓拿。有没有知道？拿破仑没错，就是拿破仑披萨啊，不是啦，这个是拿破仑盖的哦。那有没有知道它代表三个东西？文案，是，很厉害 ，peace， 哎，还有吗？和平，还有 ，peace， no， 还有一个 war peace， no， 那是打篮球的 war peace 啊，快乐 ，no， 不是，还有一个是和平，还有一个是战争，还有一个是胜利。对，好，凯旋归来，对，代表凯旋归来的意思哦，很厉害哦。那里面呢，它其实还有一个博物馆在里面，你们有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好，没关系，但是里面要钱，太贵了，我们不进去，我们在外面欣赏就好啦。拍照，来拍照喽！一二三，好，来一二三，我们一起跳一下哦，一二三，嘿。嗨，我们见面了。你们知道你们今天来到了哪里吗？不知道。你来到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哦。有没有知道前面大大这一条是做什么用的啊？不知道，是走秀吗？走秀，哎。就用的啦，太夸张了，是赛跑吧？赛跑，预备起！哎，不是，回来啦，也不是赛跑用的，干嘛用的啦？其实呢，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中国为了防范蒙古的匈奴所建的哦。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它叫万里长城啊？因为它有万里啊。没错，它总共全长有8,851公里哟、哦，很长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现在看到的这后面啊，全部都是中国第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哦，哇，厉害哦！好，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拍张照吧。一二三，走，我们到下一个地点去吧。好。39元哦，因为你全家哦。我是 Seven 啊。
嗨，我们又来了。嗨，你们现在来到的是日本的富士山哦。富士山？对啊。富士苹果吗？没有，它没有富士苹果哦，但是有富士山的温泉。温泉啊？等一下去泡吗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去泡，但是在泡之前，我们要先介绍富士山哦。你们知道富士山是什么样的山啊？高山。高山，哎，是没错。冷山。冷山，错。青山。青山，哎呀，你在唱歌吗？好，不是哦，其实富士山是一座修火山哦。什么意思啊？它在修眠。对啊，修火山的意思就是这个火山它现在在休眠状态哦。它不会喷发，可是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还会再爆发，我不知道哦。那我们叫它起来？我们叫它起来吗？也是可以哦。好吧，那我们继续爬山啦、啊。好，一二三，走吧。哇，这哪里好热哦！哎，这是什么？你看这是什么？落红啊！哎，这是什么？第二三的，那边还有很多哎、欸。哇，这是什么？错，不是，这里是埃及。你们知道后面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陀螺。陀螺不是。积木。积木也不是。冰淇淋。冰淇淋，这里这么热，也不会有冰淇淋。我的大眼睛。只想要吃的，当然不是。好，来听我讲。这也是埃及著名的金字塔。有没有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木乃伊。木乃伊的。是哪一个？法老。法老什么？王，法老王，没错，里面住的就是法老王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要住在里面呢？比较凉。比较凉，哎呦，好像很厉害。还有吗？隐居。他在里面修炼。修炼，他已经死掉了，没关系。还有吗？他说不定在里面可以复活啊。好，复活，好，好，没关系。来，听我解释。他住在里面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不会腐烂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呢？因为太热了。不是，先听我讲。因为呢，金字塔里面有良好的采光跟通风，所以在法老王在里面，他永远不会腐烂哦。骗人！真的啦，网络上 Google 都有写哦。好，那大家可以摸摸看金字塔的样子，也可以去看一下哦。好看哦，好看哦。好，来，大家我们一起来拍张照，来看镜头，一二三，好，再一张，一二三。好，最后一张，好，帅一点，帅气一点，帅气一点。好，三二一 ，OK。好，我们一起到下一个景吧，耶！耶！耶！来到罗马竞技场了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哦！好漂亮，来拍照，来拍照，来来，我帮你拍一下，手机，手机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站好，站好，来。好好好。好，谢谢。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换姿势，来，再一张。哦，很好很好，来再一张，再一张，来，表情夸张一点，再夸张一点，再夸张一点，快一点，一二四，好，哇，你看，好漂亮，漂亮啊！为什么那边这样？哪呀？边叫边叫啊！导航是那个古董吗？好，导游下一站，导游下一站，导游下一站，走，我们出发，哟！20天20夜的世界旅行呢、欸？对、啊，好怀念哦，好好啊，肚子好饿，肚子好饿哦，走吧，我们开始煮饭，饿了吗？饿了，饿了，煮饭。好，正在煮，等一下哦。上菜，上菜，哇，饿了。你们去了哪里玩啊？埃及。还有嘞？罗马竞技场。那你们有遇到谁？遇到一个很奇怪的小精灵。小精灵？哎、欸，爸爸，他跟你长得有点像哎、欸。对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、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好吧，告诉你们，其实那个小精灵就是我啦。欸